哎呀，气死了。俊松，你在气什么啊？哎，昨天呢，我跟家人沟通一些事情，结果呢，他们都不跟我沟通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什么沟通不沟通的？既然你跟他们沟通了，怎么又说他们不沟通了呢？哎，他们都没有回应我的话，你说这算是沟通吗？都只是我单方面的表达想法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都凶巴巴的跟他们说话？是不是？啊？好像是。难道是我太凶了，他们不想跟我沟通吗？拜托，谁愿意跟凶巴巴的人说话呀？发脾气啊，就是拒绝沟通。你的样子啊，根本就是想找人吵架嘛。哎呦，哼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才不是呢。待会儿啊，我给你看一面镜子，让你看清楚自己的样子，就知道有没有咯。手语剧场看好戏，快乐轻松学手语，请看。你不希望这间房维持原状吗？我找到代理孕母啦，是个很乖的女孩子哦，学音乐的。虽然她还没有正式答应，不过我有信心，她一定会点头的。这个房间就暂时让她住，不知道孩子出事，再稍微整理一下。怎么了？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所以关于生孩子这件事，我完全没有插嘴的余地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跟你提过了吗？我有答应你吗？你也没有不答应啊。玉茹，生孩子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要夫妻两块沟通的，你这样完全不顾虑我的感受，我觉得不被尊重。那你又尊重过我的感受了吗？每次回家，你父母亲的眼神就像刀一样朝着我哥啊哥的。还有那些亲戚啊，在我面前装了一副没事的模样，手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就像是向我炫耀说：“你们看，别人都生了白白胖胖的孩子，那你们的呢？”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，好吗？怎么，你现在要跟我吵架是不是？他们就是这个意思，而且我讨厌每次我跟你讲事情，你就说我跟你吵架。你现在这样不是吵架是什么？这不是吵架嘛，这个是，这是强迫沟通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。这里挂个音乐铃，那里多放几个玩偶。你看这个房间呐、啊，洋溢着多么柔和温馨的气氛啊！哇，嘿嘿嘿嘿，嗯，哦，哦，嘿嘿，嗯。可恶哎！哦，计程车司机故意乱绕路哎。害我多付了100块钱。哼！哎，塞塞塞，没有一天不塞车，一塞就是一个小时。哦。哼。哎，你看。来，你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两个别气，跟着我深呼吸，赶快调整心情，用喜悦期待的心情来拍《摇滚保姆》这出戏，布置准妈妈的婴儿房，5、4、3、2，开吧！哎，老婆，
你不是希望这个房间维持原状吗？哎，我找到代理孕母了耶。嗯，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哦，学音乐的。啊，虽然啊，她还没有正式的答应，不过我有信心，她一定会点头的。这个房间呢，就暂时让他住，一直到孩子出事，我再稍微的整理一下。啊，你看，太太把这些东西移过来，又移过去，这是做什么呢？整理房间，整理。一个四面有墙壁的空间呢，是房间。房间，这是什么房间呢？哎，睡觉的房间呢，叫做卧房。卧房，看书的房间呢是书房。书房，工作的房间呢是工作室。工作室，欢迎进来，请进。请坐。你看啊，招呼客人的房间，请大家进来坐。手语就是客厅，客厅。也可以比啊，招呼客人的地方，客厅。了解了吧？等一下再整理啊！先进去拍戏吧，进去拍戏啊！camera。怎么了？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所以，关于生孩子这件事，我完全没有插嘴的余地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跟你提过了吗？我有答应你吗？你也没有不答应啊。生孩子这种事，本来就是要夫妻俩一起沟通的，你这样完全不顾我的感受，我觉得不被尊重。咔！哦，天哪！聋人吵架跟听人吵架有一点最大的不同是，听人可以一边做其他的事情一边吵架，或者是一个人在门里，一个人在门外大吼。但是聋人没办法，因为聋人必须面对着面才能够用手语吵架啊。吵架是不是？来，他们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个人呢，好好交换彼此的想法，这叫做沟通。沟通，即使想法不一样啊，彼此也要尊重啊，尊重彼此的感受。如果不尊重，很容易用手指指责对方，那就是吵架。再严重呢，就会破口大骂，吵架。我觉得你不顾虑我的感受，我不被尊重。你又尊重过我的感受了吗？都是你，问你看他们夫妻俩那么生气啊，情绪正适合拍戏，那就把我姐拍下去吧。Camera，别说了。怎么样？那你又尊重过我的感受了吗？每次回家，你父母的眼神就像刀一样的朝着我割呀割的。还有你的那些亲戚啊，在我面前装的一副没事的模样，手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就像是向我炫耀说什么：“哎，你们看，别人都生了白白胖胖的孩子，你们呢，生不出来了吧？”看我的，不要动！
看我锐利的眼神。手语要怎么翻译中文的形容词呢？很简单，抓住关键的眼神，锐利的对看，眼神，眼神。哎，另外啊，还有一个手语也很需要表情。我很棒，我很棒，也是炫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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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处向人炫耀。记住，比手语的时候啊，眼神要锐利，表情要炫耀，观众才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，知道了吗？是的，谢谢乔导，您用心的指导我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啊，继续拍戏吧啊，哎 ，camera。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是危险动作，不要模仿哦。哎，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，好吗？你现在要跟我吵架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是这个意思，而且我讨厌，每次我要跟你讲事情的时候，你就说我要跟你吵架。你现在这样不是吵架，那是什么？这不是吵架嘛，这个是，这是强迫沟通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，啊。OK， 可以，今天的戏就拍到这里了啊。乔导，今天搭车来的时候好生气哟，演戏的角色不要生气，害我现在啊是气象加气，气死我了。哎，待会儿开车回家，八成又要塞车，又要一肚子气。是啊。别气别气别气，跟着我复习手语消消气啊，来呼吸，来，好，来整理，整理房间，房间卧房，卧房沟通，沟通尊重，尊重感受，感受吵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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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架眼神，眼神，眼神炫耀，炫耀，好，复习完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心情平静多了吧？是啊。哎，不错。学手语的好处就是啊，生气的时候打打手语呢，可以帮助你发泄情绪。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啊。好，是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来欣赏刚才拍好的手语短剧《摇滚保姆太太强迫先生沟通》。哎，请看啊。哎，请看。哎，深呼吸，哎，呼吸，嘿嘿嘿，哎，哎，老婆，你不是希望这间房间维持原状吗？啊，我找到代理孕母了耶。是个很乖的女孩哦，学音乐的。哦，虽然她还没有正式答应，不过我有信心，她一定会点头的。这个房间呢，就暂时让她住，一直到孩子出世，我再稍微整理一下啊。怎么了？不太开心的样子。所以，
关于生孩子这件事，我完全没有插嘴的余地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跟你提过了吗？我有答应你吗？你也没有不答应啊。生孩子这种事情，本来就是要夫妻俩一起沟通的，你这样完全不顾虑我的感受，我觉得不被尊重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你又尊重过我的感受了吗？每次回家，你父母的眼神就像刀一样的朝着我割呀割的，还有你的那些亲戚啊，在我面前装的一副没事的模样，手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就像是向我炫耀说，你们看，别人都生了白白胖胖的孩子，那你们呢，生不出来吧？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好吗？你现在是要跟我吵架是不是？他们就是这个意思，而且我讨厌每次我要跟你讲事情的时候，你就说我要跟你吵架。你现在这样不是吵架，那是什么？这不是吵架嘛，这个是强迫沟通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。家叔啊，谢谢你给我这面镜子，原来生气时候的沟通不是真的沟通。你明白就好。啊，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，实在很舍不得，我们又要跟观众朋友说拜拜啦。如果观众朋友对听听看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写信给听听看，无论喜欢的或不喜欢的地方都欢迎您告诉我们。嗯，没错，如果您对超级爱秀有兴趣，也请写信跟听听看联系，欢迎身心障碍朋友们来节目展现各式各样的才艺哦。每次啊，看完听听看，我都有很多的收获哦，像是今天看到了母爱伟大的力量，让我可以信心满满再次面对家里的宝贝蛋。嗯，我则是看到了什么叫做沟通，虽然是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但是我还是常常会忘记。没关系，只要每周按时收看听听看，听听看就会提醒你咯。嗯，你说的没错，听听看，我们下周见啦，各位拜 拜。亲戚呀，在我面前装了一副没事的模样，手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就像跟我炫耀说，你们看，别人都生了白白胖胖的孩子，你们呢？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。他说他要关门吗？必须面对着面才能看得到手语吵架，是不是？嗯，还要谁？